舞动木桨，灵活呈现划龙舟拼搏的气势。50水倒下去，一整排不同造型的龙头瞬间吐出阵阵的烟雾，仿佛活了起来。彰化鹿港庆祝端午节来到第47年，县府在30号这天展示相关的民俗文创艺品，重点活动当然是紧张刺激的划龙舟比赛。为了要吸引更多国际好手参加，冠军奖金当然要加码，把奖金提高到25万，所以说吸引到很多很多的团体来参加，尤其是我们美国旧金山的好朋友哈。为了让比赛更有看头，中华职棒魏全龙的啦啦队员也来参赛，角逐冠军奖金。有动态的比赛，也有静态的展示，老街布置的光影艺术造景，晚上点灯后气氛更加梦幻浪漫。跟日本疗愈系统的这个做 IP 来做合作哈，老街啦、中山路啦、公会堂啦、鹿港西啊，都会布灯起来，那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罗曼蒂克的这个夜晚哦。日本超人气的动漫品牌角落小伙伴也会融入街景，一起缤纷闪耀。民众可以穿着古装在老街散步拍照，或者走访古迹庙宇、公益老店，品尝传统。中央气象署地震速报：现在发生有感地震，请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